阿达休困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对芊芊哦，加较关心者，爱注意，唔通会应酬了伤晚，又搁规暝无转来。爸，我知啊，我待卡落去。你要怎啊呢？哦，我咧准备早顿啊。啊，那么当今出差，你行李刚看到啊？到时去到遐，我会介绍一寡回社社长，互你熟悉，阿辉弟哦，你就加看，加学就对啊。爸，多谢你，我这个机会，我行李都准备好了，早饭食完，就当出发。嗯，不对，倩倩，爸来啊！ 爸，你有在啊？啊，今麦拢几点啊？你若像安尼，你是按算什么时阵要去上班啊？啊，你今时安那是应该替你的船早顿啊？爸，昨昏倩倩喊我回来啦，啊，我想讲伊最近我忝，会加困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昨讲要去找帮助你摕到经营权的朋友，啊，到底是甚么人？ 啊，因为朋友昨下拄好阮老爸回来啦，啊，所以我就来甲因做伙交陪啊，唔只会不甲看我较倒来。嗯，既然伊对恁事业有帮助啊，无能讲约者，大家做伙见一下面。嗯，好，你们再讲。爸，我早顿还没准备好，我先去灶卡，待会做伙食啦。 倩倩，啊，看起来英凯真正是有真大的改变，而且嘛真用心来对待你啊。听爸的话啦，你这个翁婿啊，算是真无简单，才阁捡回来。你甲伊的婚姻会晓继续维持落去，一直是你的期待甲愿望。 唔是每一个人啊，拢有都像你同款，这么好运，阁有第二遍的机会，所以你家己也好好珍惜，知无？好了，我知影。嗯。嗯。嗯。哎。啊！你是咧笑啥？我咧笑讲哦，看起来我是加操烦的啦。看来你阿爸的感情啊，比我想的搁较温暖。 我根本无需要替恁烦恼。我今天无你讲啥呢？你爸平头前无需要跟我歹势，阿爸原本就是安尼，有时阵吵吵闹闹，阿毋过讲讲诶，就又搁无代志啊。啊是讲哦，你嘛了早者，阿无等你去上班，叫员工看到嘛毋是真好呢。爸，我好啦，无需要解释啊。毋管你要安怎哦，要拢是阿爸诶代志。而且我嘛袂对应凯提起诶。爸，早顿准备好啊。哦，早顿我已经食过啊啦。啊，咱两面着要当今出差啊，啊人伫咧讲小别胜新婚啊，我想爱写这单，阮阿爸给一点仔时间相处啊。啊，对了，倩倩。 今仔是公司集团老夫人伊的寿宴，而且人排伫咧龙泽温泉饭店，所以咱是地主，嘛要算是人客啦。你要代表我去参加，好好甲因招呼，款待因遐贵宾。凡说以后大家还阁有合作的机会，嘛无一定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势。嗯。应该。啊，时间还阁真济，就到这，免赶紧哦。 姐，加啥糖啊？